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12:04，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 FM91.1 苏州城市之声啊，为您正在直播的这个人才双连线这样一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在每周日的12:00到12:30为大家直播，那么主要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找工作的这样一个岗位的需求和一些企业招工的信息。那么各位呢，如果是对这样一些信息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给我手机短信，以后可以发送短信到0501-5911，联通和小灵通的用户可以发送手机短信0238-911。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是由和我们来自成功人。